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吃不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草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吃不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草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阿咱家朋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么咱如果甲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拜三、拜五下晡时两点啊，甲四点。以往有小弟阿宏诚恳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来，咱来看这个政治新闻啦，吼，这个李尚武啊，哈，那么证实，红的有向这个旅长啊来求救啦，吼，啊，所以这个旅长又讲啊，吼，这是《中国时报》台北报道，红中秋最后一刻，啊，佫讲。一旦的时阵呢，啊，搁算讲，要哪讲，就是讲撑下去就对了，吼。那么陆军司令李尚武昨昏表示，红中秋事前向五四旅陆的这个旅长沈维志。传了求救的这个简讯简讯吼，事后五四旅陆的这个政见主任戴家友前往了解状况了后，那么洪中秋还佫讲无问题啦，我还佫会用的撑下去的，但是背后是毋是有其他的这个情节？就
必须由军检做完整的这个调查啦。那么洪中秋事前向部队长长官发出五方求救的这个简讯，但是最后依然无人愿意伸出援手，因为命丧警备室，引发到舆论批判，国军罔顾人命，对这个李航务，你是误表示啦，为避免官兵遭受无合理的这个对待，特别建立多元交通部落格，予官兵会当直接甲军方的这个专案小组联系啦，而且所有部队主管拢会公开家己的这个手机啊号码，就是要避免有人收到无平等伊的这个冤屈啦、冤屈啦。那么伊伫个讲啦，洪中秋被关禁闭的时阵，为何无顺这个管道申诉？确实予伊真讶异，但就伊所知影啦，洪中秋事后确实曾经发简讯予吴树理女的这个政见主任戴家友啊来求救啦，但是嘛无信吴团予旅长这个心位置。事后由于心位置因为主持会议无闲，那么才由戴家友前往警备室的了解状况。这个李祥武伊伫个讲啦，经实地约谈了解了后，洪中秋表示家己的这个身体无问题了，会当搁再搁撑落去啊啦，吼、哦！为了最后还搁是出了状况啦。至于洪中秋甲如来的这个长官是毋是有私人的这个恩怨，那么李尚仪误了孙阿娘，就表示这个部分不便多做预测了。哦，当然啦，即马一个迄落人呢，都直直追问去啊，是不是安尼先？啊，你就知啦，多一个要负责责任，大家拢嘛提较利益哩，你讲对唔对啦？该讲的当然会讲啊，唔是伊讲的，伊就无爱讲啊，对唔对啦？因为代志爆发啦，大家嘛拢要提开啊，倒一个要按落来啦，你讲对啊，唔对啦？想就知影啊。后来咱这个有关洪中秋有向这个旅长啊来求救这个代志，咱就讲到这结束。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什么是事？什么？